较也曝光。加农加农加农，够帅够帅够帅！所有人高喊口号，力挺林佳龙，多达34个台派本土社团大集结，展现团结气势。太阳花有一个名言，国民党若无倒，台湾袂好。我那是感觉讲，这个林市长是大家咱继续个支持。台派社团猛攻侯友宜，要翻新新北的林佳龙，投入选战一个多月，持续汇集民间力量支持。根据了解，林佳龙内部民调已经让侯友宜拉近差距。至于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赴中访问，林佳龙也喊话侯友宜，除了值得商榷之外，必须选边站，却被新北市府发言人张爱基批评是在操作意识形态。对于夏立言，代表国民党跟刘捷一代表中共会面会谈，你是赞成还反对？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，怎么我会是意识形态呢？在会面的过程当中，我期待的是能够公开透明，让国人能够了解。虽然侯友宜似两拨千斤，不过近日却对城市外交颇有琢磨。21号找了200位各国使节搭渡轮游淡水，隔空较劲林佳龙城市外交。鱼目混珠啦哈，我们讲的城市外交是缔结姐妹城市，好或市长能够代表新北跟国际交流，不是把驻台的使节招待他们去玩。不过我是觉得他的这个举动，也令人有点啼笑皆非。国际友人不断的互访，不断的来了解新北市，让他看见新北市之美。尽管侯友宜没多谈，冷处理，但新北这一仗，林佳龙持续站稳步伐，端出政策牛肉，力拼新北大翻新。三立新闻李威婷、马玉文，新北市报道。